哈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组个小积木，天哪，好大了！而且它是一把枪啊，一个这么大的枪，是个积木枪。而且这个枪组装过之后，它是真的可以发射啊！哇，天哪 ！Oh my god， 看到没有啊？就是它，正面有质感。开开，哇！哇，东西蛮多的，积木。说明靶子一弹两弹三弹四弹五弹啊，这个金墨镜六弹七弹八弹九弹，这还有一个皮筋，这个小贴纸，哇哦，整整85页啊，真的是很厚的一本啊，这个组装起来就真的比较有难度了啊。子弹放一边，我们看一下1、2、3、4、5、6六袋啊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它拆开，直接拼装啊。那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枪身的一半，就已经出来了，玩了半个多小时。我们接下来继续，第二大部件也拼装好了，然后我们下面把这个组装起来。看一下这个枪里面构造还是蛮复杂的，这边用了一个皮筋，这边也有一个皮筋啊，用了2个多小时了，我们再继续。这版面我们也组装上了，待会就进行这个合体，这还是比较复杂的，上面有好多这个按钮，这个包括这个位置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就组装好了，基本上成型了。下面还有4、5页，我们再继续啊，已经完成了，枪架也完成了，然后这个枪呢，就这个样子，啊，这就结束了。现在来展示一下，我的天哪，4个多小时，接近5个小时，这个弹道，它这个发射我还没搞明白啊，这里可以先起来，然后把这个弹。还有两发弹，两种子弹，还有这种，它这个小皮筋这弹力也不大，其实弹射出去阻力也不行，挂挂还是蛮帅气的啊，但是不实用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。